大家好，我是龙拳小子林秋南，我主演《跆拳小将》即将登陆 CCTV 十二《龙平巨阵》，这是一个关于成长与追寻梦想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像剧中人一样勇敢追梦，做更好的自己。请大家关注新浪微博账号 CCTV 十二。